一向以搞笑出名的小沈阳最近带着媳妇儿开始挑大梁喽，联手演戏演的还是一对儿。虽说平时已经是朝夕相处的老夫老妻了，可幻化成剧中人物居然还会心跳啊。刚开始就是内心还是有一点心跳的，是动心还是紧张？还是紧张啊，没有过激。新闻在线编辑报道。